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哥。那我们先去我妹房间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妹现在不在家，所以说呢，她的房间由我随意的进出。今天这个房间看起来好像还蛮干净的哦。这个棉被也都没在整啊，这衣服裤子都欧北，挡在整理裤。如果我穿我妹的整理裤，会发生什么事啊，小哥？我知道你想看。我不要。我不要。把心挂念。好啦。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要看我妹的电脑，对，就是我会帮我妹组一台超屌的电脑。反正呢，我妹她是一个很喜欢白色的人，她主机在这里。我记得这台主机的这个年龄哦，大概有10年左右。那她现在整天在那边跟我靠北说她的电脑很慢，所以说呢，我就决定帮她组一台，然后给她一个 surprise， 好不好？很小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就是真理，好吧？是不讲道理。OK。嗨，那个我有买那个电脑，白色的。等我一下啊。好，来了。有点重的。哦哟，好帅哦！好，谢谢。我，你紧张好办吗？我有穿运动裤，可以了。这个。可以啦，我穿这个裤子感觉活力充沛。那、为什么你没有穿整理裤啊？为什么我要穿整理裤？你们有病啊！你们两个有病是不是、啊？过分。嗨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来到 STT 啊，就是这个车体包膜的地方。那我们来找我们最熟悉的玉生。你干嘛那么害羞的？啊，看到太性感了，太性感了，那什么太性感？玉生 ，Hello， 我现在来找你贴膜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可以不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那都不行的，就是要有那种个人特色的那种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小事情。好，那就大概贴这个位置。好，对，就是有他个人特色的一个荧幕，专属他的荧幕的。好，玉生，你监控里面有辣妹，吼，很辣哎，错，我差点恋爱哎。那你现在在送我什么？我妹喜欢白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来帮她白到底。这边呢，萤幕啊、滑鼠啊、键盘啊，都是不要用的，很老旧了，而且没有办法用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一些东西拿来，帮她制作最好、最美、最漂亮的周边。就是要给她一个 surprise， 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先让它晒，好不好？我妹要全白色，就在我们眼前。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它那个全白色的好电脑，我们先去把它组装起来，好不好？要让它一下子上天堂，一下子下地狱，人生跟它一起三温暖一样。有没有看到？我帮我妹准备了一整套全白色的电脑，主机啊、萤幕啊，然后滑鼠、键盘。好吧，一整组的周边全部都是白色。不要不多说，开箱这个主机。那我特别帮我妹精挑细选的，真的漂亮。我操！我靠！我妹的电脑组得比我还要屌，光这一个主机50000多。哎，是真的很好看。对啊，真的啊，我妹一定爱爆，我跟你讲。行不行啊你？用10年的电脑。先来把萤幕组上去吧。你背后电源开了吗？不科学啊，背后他妈没有亮，你在那边给我，你有毛病啊。然后我要开机了，噔噔噔，我操我操，哇，变色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先下楼等我妹回来。走走走走走，等一下啊，这边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啊，这交给他自己处理。喂，那一整个啊，好，看看他，有吗？有吗？那交给他自己处理了，这不够。这是谁？
等我妹回来。我要尽情的羞辱他，想要得到这个奖励，必须先付出代价。那这盆水是？哦，这不是一般的水。哎，杀手！哎，太太饭，你回来了。你干嘛穿我裤子啊？这就是这是我裤子，你干嘛你脱掉了？这就是哎，这就是。什么是真理？我就是真理。哎，这脚要臭掉，干嘛？哇塞哥，啊，帮我洗脚啊！为什么帮你洗脚？我发现我的脚很脏，快点啊！跟我屁事！快点！我问你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想不想礼物？你的礼物都没有一个好的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认真啊，真的啊！我小布，你说是不是？他是不是骗了？今天是特别好的，连我都很羡慕的东西。我拿我妹的下半辈子做赌注，跟我屁事！你走啊！不行，小布的脸很诚恳。不要啊，不要，我没关系啊。哎，你要我，啊，你要我干嘛？你先讲。Seka， 我的不要。Seka， 你脚很臭哎，欸。不会。人生。对。啊，对。好爽啊！哦，我觉得好不爽哦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就是在羞辱你。擦干净啊，地板的水都擦干净啊。喂，呸！你敢偷懒就没有礼物了。礼物现在就在电梯里面了，到底要不要一句话啊？在电梯里啊？就在电梯里面啊！你一点要做完哈，我跟你讲，给我认。哎，那，啊，怎么这样？地板是怎样？你跑到楼上去，我躲在客厅，他们也看到。妈咪，妈咪，啊，老师，爸爸好啊，我有一个小爷啊，妈咪他跑出去了，哎，我累死了，他到底在哪里啊？没有，外面呢，在外面呢。妈，啊，出来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出来。我错了。虽然你出卖我，但是呢，该给你奖励，还是该给你，好不好？来，自己去按电梯，我全部那个奖励都放在电梯里面了。不是原创，原创的东西才是无价的。原创，你自己做的。它的出产地在顶楼。啊？没有了，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你绝对爱包，你爱的纯白色。你喜欢白色，我就把黑分成白色，带有这个个性，原创，对，原创。那我要帮你洗脚，我又不要这些热色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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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好了，不闹了啦，认真，你不要跟妈妈告状，好不好？其实真正的奖励在你房间。好，什么东西？好，站着，等一下，你站着不要动，站好，哦。眼罩拿下来了，睁开眼睛。哇，这个好帅啊！这个好帅啊！你说你爱的纯白色啊，我们全部都是纯白色，包括你的键盘、滑鼠，还有萤幕。为什么它会动啊？桌布啊。为什么桌布会动？我帮你用的啊。你要先看一下这一个主机吧，是不是？这个很漂亮的，啊。你看哦，这个是可以打开的。这个是什么？风扇。你看它这个散热超强，你摸这里，那是过滤的，有没有？是这个可以当吹风。然后重点。漂亮哦，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你按什么？这个啊，看好帅哦，好酷，好酷，好白色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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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色的，你的英文名字啊，萤幕是你专属的，好漂亮！哎，这个超级原创哎，这个才叫原创吗？这个只有我啊！你不喜欢我刚刚那个原创吗？我不喜欢，对啊，这个比较漂亮，没比较白色好。全白色，你要的全白色有没有？有。你走开，你留言，你也有。不要，你很油，走开啦！我不要啦。好啦。你是，我跟你讲，你是，走开啦，走开！啊啊啊！
好油。Jack it up.